进入我们下一个单元食客留香。今天第一站我们会来到茶阳大埔会馆，让我们一起跟随我的脚步探索我们新加坡的客家美食吧。丽珍姐早上好。早上好。听说你今天会给我们介绍一个茶阳大埔的特色美食。是的，蒜盆子。蒜盆子。我在外面听说蒜盆子有很多种不同的版本的说法。对，有没有哪一个版本是你最喜欢，然后今天想趁着这个节目给我们介绍一下的？好的，我知道的那个版本呢，是说在400多年前 OK 大埔地区呢发生饥荒，那么粮食欠收，那么有一户农家，他的小女儿叫满妹，新年要到了，他要准备找食材来做这个团圆饭嘛，但是就是因为发生饥荒啦，没有什么食材，对，他就期望说在外工作的三个哥哥，能够带一些食材回来。有吗？那时候应该很难吧？因为灾荒连夜嘛，是那个四面萧条，对，物资也很匮乏。对，那么大哥只带回一块猪肉，二哥呢就带回一包冬菇，三哥呢带回一些虾米跟这个鱿鱼干，那么那个满妹呢就把这些食材拿进厨房，那么他厨房里面呢还有一些自家种的那个芋头跟木薯粉 okay. 他就把芋头煮熟了，加入木薯粉，搓成一粒大粉团 okay. 那么他再把这些大粉团呢分搓成很多粒的那个小粉团，他为了要跟这个汤圆有所区别，他就在这个小粉团的中间呢用拇指跟这个食指按一下，然后把这些粉团煮熟了，就跟那些哥哥们带回的食材呢拌炒在一起炒 OK 炒出一盘呢香喷喷的美味佳肴来，就地取材就可以做出这么好吃的因为他聪明吗？客家妹子都很聪明的对，我也是客家人所以那个大家吃了之后就觉得哇，这道食物太好吃了，就提议说要给这道食物呢取一个好听又吉祥的名字 OK 这样那些小粉团呢就好像算盘上的珠子，所以大家就说就叫它算盘子，确实是很像一粒粒这样形状，对了，算盘子的名字就这样来咯那么左邻右舍跟这个村民，很多村民就纷纷来向这个满妹学习制作算盘子的那个方法 OK 那么算盘子的盛名就越传越广一直流传到今天，就变成了茶阳的特色美食了对啊因为茶阳我们就是在外面真的听了很多蒜盘子的版本，我现在今天回去可以给我孩子讲一下到底蒜盘子是怎么来的了它就是大埔那边流传下来的 OK 好那我们要不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你要做制作蒜盘子主要的食材是什么？我制作的就是比较古早味的比较传统的食材就是一头腊哈，重要的哈，这是最重要的主角那么加薯粉，就一种粉吗？就是一种粉而已，没有别的粉。外面好像有掺一些，那这个对，可能口感就不是我们大埔人的那我记下来，回去要好好试一下。所以大埔的特色菜呢，就是只有薯粉一头 okay, 好，然后呢，这个猪肉啦，猪肉碎，猪肉碎。就是要有咸肥相间的，我就看为什么好像这个猪肉碎跟我平时的猪肉碎不太一样，有点白的肥肉要有点肥肉，就是要有瘦肉跟肥肉，客家菜的特色是咸肥香嘛所以要有一些肥肉在里面，所以那个猪油的味道会香，你全部瘦肉哈就不好吃，口感没那么香然后鱿鱼丝咯，鱿鱼丝需要蒸泡的吗？要蒸泡，蒸泡了之后呢，跟它切成细丝。细丝，我这个刀工很好哈。还有这个冬菇也是切成丝。冬菇 ，OK， 泡了切，切片这样是不是？对了 ，OK。那么还有就是虾米，虾米也要蒸泡，虾米也要蒸泡，蒸泡，要不然你不蒸泡的话，它有腥味。先要蒸泡，先要蒸泡 OK。然后就是这个蒜头啦。蒜头是真香啊这个是它的用料 okay, 然后调味料呢就猪油，因为猪油，这是猪油啊，猪油为什么现在还有用猪油吗？
有一些特别的菜一定要用猪油才好吃，才好吃啊！嗯、所以这个自己要熬一点猪油，对的，对的，放到那边。你用花生油的话就没有那么香了。我看外面好像有些人还会用到麻油，是不是？哦，麻油不是客家人的那个调味用品，怪不得你这个就是古早味的，就是我们的上班子。所以客家人的那个菜式呢，很讲究这个原汁原味，原汁原味。麻油下去以后，那个味道就不一样，不一样哈、嗯。还有一定要用到这个鱼露。鱼露哈是露啊，大部客家菜都会用到这个鱼露的。很多人也是有用，其他菜我看我们煮的东央，泰国东央。哦，那个泰国鱼露是不适合用，不适合用在这个算盘子。哦，像鱼露也有这么多讲究，是不是？对对对。哦，那我记一下哈，这是哪个牌子哦？潮汕，潮汕哦，一定要用潮汕的鱼露。韩江牌也可以。哦，就是要中国，中国的啊潮州的啦。好好。泰国的味道太重。嗯。哦，所以不是真香是。太香了，太香了。还有胡椒粉哦，胡椒粉，盐，还有水，就这么简单吗？就是很简单的。我看我们这边也没有那些绿色的点缀的青葱啊，然后外面有一些是放黑木耳，也没有吗？不用吗？这些都不用。就是说这个是原汁原味的，古早味的。古早味就是没有其他，就是这样而已，这么简单的。嗯，好，好，好，我就是根据那个典故那个版本。来制作的，你就是传承我们客家文化的一个使者，就是要把我们客家的传统的文化推广下来，对不对？尤其是把大部的这个特色小吃啊，嗯，特色小吃，嗯，发扬光大，很好，很好，很好，谢谢你。那我们要比较不要太多杂味了，就不要味道，还是传统一点，原始一点，好，对的。那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制作过程。首先呢，就是要把这个芋头 ，OK， 啊，切成薄片。薄片越薄越好，越薄越好。嗯，这也是烤刀工嘛。对，越薄越好。那这个芋头，等一下我们是要怎么样的处理方法呢？我是拿来煮，煮水，放水去煮。那如果是用蒸可以吗？是用蒸的话，就是口感会不一样。刚才看你一直加进去，然后一边搅，这个很有经验，对不对？搅到后来好像有点难度，是不是？有难度了。这个时候呢，很热很热，这东西、哎、怎么办？要它那个口感，嗯，有口感啊，弹性啊，嗯、就是要这样趁热搅它，趁热加粉搅。可是很难的，我看这一步到这手，等一下这么有力哈，等一下就要下手了，手因为很烧很热，嗯，所以很多人呢就是很怕这一步。对呀、啊，算盘子它。嗯难度在背，那有个秘诀。秘诀，来盆冷水，冰水，冰水，嗯，然后手下去。我很冰都是，铁手了，你现在变成铁手了嘞。也不行，所以要一直震。哇，这是很热的嘞，你很热，嗯，所以要，这都是经验哦。又在这样，一直要放一点冰水，然后一直搓，然后这样，等一下那个我们的那个算盘子就很有嚼劲了。对呀。所以还是这不容易，还是很烫，嗯，还是要搅一下，要等它凉一点，再凉一点点哈，嗯，倒下去哈，这个已经干净了，好，干净了 ，OK， 哎呦呦，你看我笨手笨脚的，就感觉到它很有韧度了，对，而且现在这个温度是刚刚好，温温的。啊，对啦，这样搓一个大小哈，一粒这样。我这样搓会不会太小？嗯，小了一点是不是？这样够，这样可以啦，这样啊，这个太大了一点。
我们的算盘子都搓好了哈。是。然后我们现在下一步的步骤是要做什么？我们就要去那边炒料。现在开始来炒这个算盘子的料，要放猪油，因为要带出它的咸肥香。炒这个蒜头，蒜头呢跟它爆香。蒜头啊，爆到金黄色了，我们就下冬菇。放虾米，稍微炒凉。虾米跟这个鱿鱼丝。拿起来先，炒这个猪肉碎，然后把冬菇丝、鱿鱼丝跟虾米再加回去，放这个鱼露，放胡椒粉。把它们要混合在一起，对了，所以这样个别炒完，分开来炒，就很香。对，你刚才在炒的时候，我们不但有闻到鱿鱼、虾米的那个海产的香味，有层次感。对，然后又有肉哈，那个肥肉，有一点肥肉那种猪油的味道。你如果全部混在一起下去炒完，就没有这样香，没有那样香。因为那个猪肉最后炒是因为它的水分，你要把它最后炒干，然后才跟其他味道混合，才可以有其他味道，是不是？对的。好香哦！要放一点水，放一点水哈，给它一点刺，这也是适量啊，吃哈，适量，不要太刺。拿一把铲挡住，不要给它铲起来哦。所以我们的水开了以后，就把蒜瓣子放进去。水一定要开。OK， 那之后那个火要不要怎么调？要跟它开大。开大哈。它全部是成熟的。而且很饱满哦，现在一颗颗。比刚才更饱满。它熟了，它滚了，让它滚一下。滚一下。它就浮起来了啊。OK。浮起来我们就倒过。就直接倒进去了。我做的是不过冷盒的。你现在滚在一起炒的时候，还要再加什么吗，丽珍姐？就再试一下咯，如果这味道不够辣，不够咸，我们就再加鱼露，加那个胡椒粉。哦，油就不用加了吧？不用了。这个已经是色香味俱全的大布客家蒜盘子，真的很炒好了，很好。对，所以我们呢就把它盛盘。大家好，马上就到了我们第二站丰盛会馆，让我们马上进去看看丰盛会馆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客家美食吧。金小姐，下午好。一文你好。下午好。听说金小姐你今天要用我们客家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食材，给我们做一道很好吃的美食哦。是的，我很喜欢煮，我又很喜欢吃嘞，一拍即合。那今天我们快点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要做什么美食给我们好吗？好的，今天我要介绍的是大家都知道的五香，但是有一点特别的，就是我们客家人呢，我就用这个猪网油来包。猪网油啊，来这个猪网油，我们好像很多人没有见过，为什么它叫猪网油？这就是你就看这个是像个网呢，真的嘞，啊、原来是这样来的。猪网油，可是这个应该很难买吧？不会，只要先订，要先订哦，要在巴萨才订得到。OK， 你什么超级市场啊，什么都没有买不到，就是要去巴萨。谢谢你，今天为我们带来这么好的食材。然后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配料吗？就是肉碎，我们客家人这个肉碎都是要吃肉的了。然后呢，因为你肉啊太瘦啊不好吃，放一点肥猪油下去，口感会比较好。哦，原来这个白色就是肥油。对。等一下你会掺在一起。对。OK， 好。然后还有吗？然后呢，虾肉增加口感。
虾，这个是虾泥，虾肉剁了，新鲜虾剁了，剁碎，然后再掺下去。好。这个呢是马蹄，马蹄也是爽口，吃的很爽口，是的。好。芹菜切碎。这边有两个，一个是洋葱，洋葱我们该切粒就可以了。洋葱，然后这个呢？这个是小洋葱。小洋葱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是大粒的那个洋葱，大粒蒜是蒜头还是什么？不是生的啦，就是这个、就是。洋葱这大、这个是小洋葱，你先炸我们切幼幼拿去炸，炸了就增加这个香味了、很香啊，这个。对呀、就增加它香味了、OK。还有这个是鸡蛋、鸡蛋，对， okay, 蛋加上去也是给它锁住那些肉，有一个口感很好。它的食材很丰富，那调味料你要不要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用调味料哈，少不了一定要盐。盐薯粉，薯粉，胡椒粉，胡椒粉，好，麻油，麻油，蚝油，蚝油，很简单。那要不要我们马上来示范一下？好的。你要怎么样做？来，先把肉碎放在这边，先把肉碎放啊，肉碎，肉碎，这个肉碎啊，然后那个猪油，猪油，肥油。全部混在一起是不是？是的。OK。还有那个虾也跟着来。虾泥哈、全部放啊。全部放。我这个颜色就感觉一加进去就很美了。是的。就像一个女人，你打扮的怎么样？你的口红没有点上去，不美的。美okay、就不同的。很多话说，另色不同啊。另色不同啊，来。来，这个小葱头都。就跟陆续一样放下来就对了。所以小葱头油我们也一起放进去。对。然后香味嘛，很香，然后就再加点洋葱。对。小洋葱粒。最后呢，我们可以要放一粒鸡蛋哦。鸡蛋的作用是什么？可以不要放到完，你重点是放那个蛋黄。重点放蛋黄。黄色，那我就把蛋黄先舀出来。然后。那个什么一点点就够了，蛋白一些些就够了。一些些蛋白。因为怕如果你全部放下去，可能又太多了。OK， 这样够啊。OK， 没有失手啊我。没有，配合得很好。配合得很好哈。就这样把它搅拌均匀。OK， 还有呢，你那个调味料，调味料要放是吧？盐。盐是放多少呢？适量。就是。你看你自己了，我想不是不用太咸，半茶匙就够了。半茶匙，这个有点挑战我哈。半茶匙，对对希望这样对对对。对，再多一点点，你这个四分之一OK。数学没有学好，半茶匙的四分之一。OK， 来胡椒粉一些。胡椒粉要一些，撒上去呢？对，够不够？多一点点香的。这个胡椒粉的辣香又不太一样哦，又把那个肉的那个层次又带出来了。跟着来麻油。麻油要多少？我打吧。放吧。行。可以啊。OK。蚝油。蚝油。添加味，添多一点点味道下去啦。有没有说蚝油不是有分什么素蚝油，就是有对对对对，我们有讲究吗？还是什么蚝油都可以？没有没有，可以，不要太咸现在人吃东西都要讲健康我们客家菜也是随着现在健康饮食做调整了我记得以前我爸爸做的，哎呦，很咸很香，很油这是以前我们客家菜的特点，是不是？对对对对。现在我看大家都随着健康饮食的改变，都开始做出一些调整是，还有放一些薯粉。薯粉哈，这个是薯粉，一点点就好，一点点，因为我们都是加的。薯粉一点点。OK， 好的。行，所有的材料放下去了，我们就给它搓均匀。有没有说像需要做肉丸这样要把它要的要的打到多少次给它有弹性？要的要的，是的。你不但会吃，你也会做啊！我一直跟着你吗？我就学会了一点点就是这样，甩一下，要甩一下，甩一下，等一下口感会好一些，好一点哈。没有用酱放酱，我感觉这个是需要有经验的嘞。这猪网油长得就是，
这边也这个你用猪网油去包蚝丝去炸、嗯、也是很好吃的，也是很好吃啊，而且很应景哦，蚝丝、啊、我们像过年什么都可以，蚝丝发财哦。然后呢也是可以包香菇啊，包香菇哦、啊、包香菇，怪不得你说这个是我们客家常用的一个很好的美食，一个食材、嗯、对。而且我听说你给这道菜取了一个很好听很应景的名字，因为这样 包起来四四方方，嗯，长一点，稍微长一点，长的小小长方形的，小长方形，很像黄金吗？很像黄金啊，黄金温凉了，过年黄金，哇，那这个很好的一个意头啊。等一下看点快点把我们的黄金给做好来，然后我们看看黄金万两，既然是黄金哦，就不要太不要太吝啬，是不是？做大块一点。嗯，那这样包完以后，我们是需要怎么样做下一步？下一步就是拿一个碟子装起来，嗯、然后拿去搁水蒸。哦，把它蒸熟，蒸给它熟。嗯，哦、来，需要我这边这样子，这个可以吗？可以。很好看的，这样一条，那这个这个大小我们都是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可以可以哦。所以金小姐，我们这样，你像这样做完一卷一卷以后，我就放在碟子里，然后我接着要怎么样？拿去隔水蒸，隔水蒸哈，蒸大概多久？20分钟，二十分钟啊、嗯。那我等你这一个，然后我们一起拿去蒸，好不好？好的，好的，行。金小姐，所以这个刚才我们做好是这样，然后我们放去蒸锅、嗯、蒸大概20分钟、嗯、对，然后就把它放冷，是不是？是的。为什么要放冷呢？你不然你稍稍哦，不可以马上炸，然后你要、okay. 越沾一点这个干粉下去，它炸了哦，不会喷到满间哦、要不然整间油油也是很痛，我们也会很怕这样子。是是，所以这是什么粉？有没有讲究？应该是什么粉都可以了，只是有你要，我们经常不是有炸鸡翅膀吗？嗯、啊，可以用这个粉。好，好，那我们是怎么样？现在？现在呢，嗯、情形就是这么样。那我们放一些粉下去啊。嗯。沾一些粉啊，当然不需要太多。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妙处在哪里。嗯、你如果你没有，你没有办法，你一放下去，哦，你它会、就是、到处喷来喷去啊，那个油。啊，对对对对对对。哦，所以这一步就是可以避免了这个到处喷油的这个环境。啊，对对对对对对，你炸鸡翅膀啊，放一点这个粉下去，它也不会说喷到满街呢。OK， 我们最怕这一步。所以这一步其实很关键哈、哦。OK， 好，就这样就可以了哈。啊，对，好。金小姐，这就是你刚才炸好的这个黄金万两，是不是？是的，很好看的，这个真的是。拿出来过后，嗯、你们就切片也行，切，嗯，就是切。切开它，是不是、嗯？按照我们自己喜欢的大小来切。对对对，然后你可以沾辣椒酱吃，配上一些什么，那个什么腌菜呀、啊，也是很好吃哦。感觉这个也很好配酒嘞。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黄金万两哈，很好看。大家好，我们马上就要去梅村酒家，梅村的老板也是我们客属硬核会馆的成员之一，让我们看看他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硬核美食吧。哎，赖老板你好，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到赖老板的这个梅村的这个酒家，然后赖老板是代表硬核来参加我们客总的这个美食节目，谢谢你哦。谢谢。然后听说赖老板今天要给我们做一个很具有你们那边特色的一个客家美食，是吗？对，我今天所要介绍的是我们梅县人特别出名的，就是个萝卜丸。萝卜丸是在新加坡可能是曝光率不强。对对对，啊、可能比较少知道。比较少人知道。是是是。这道菜要是说在雅加达或者是毛里求斯，那个是很普遍，每个都知道。都会知道。因为他们大部分是梅县人。哦。呀、
可以可以，客家在我们新加坡就比较少听到这个，啊啊这个、就是在原乡还是有这个菜。原乡有在道上，对吧？对。它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楼房完整的，它因为我们逢过年过节，嗯、我们大吃大喝，肚子可能很腹胀，饱和。所以都欢迎今天吃萝卜的消食，这样、嗯、消食生津消食哈、啊啊。对，萝卜。所以今天的主角是这个萝卜。萝卜对。白萝卜。白萝卜。那有没有什么技巧教一下我们是要怎么样选这个来白萝卜？哦，白萝卜第二点是你拿起来是一种很觉得有一种重量了，重量啊，那种是刺心的了呢。哦，这样子你做成的，就是青青的那种，就是里面会白的、啊那個、发白的，碰好像人家碰碰啊，碰碰这样的，就是那种就不适合做，啊、是吧、啊？不适合，它就容易散掉。散掉。那除了白萝卜，我们这个萝卜丸还要用到什么食材？萝卜丸的调味料大概最重要是肉碎，也免不了。肉碎。肉碎一般上我们的选择就是用那猪颈肉。猪颈肉。啊，猪颈肉因为它有一种咬劲。有咬劲。咬劲，因为它可能运动太多，然后它肌肉咬劲，所以的话。也是叫我们叫他那卖猪肉，跟我们搅一次就够了。搅一次。或者我们那个在我们那时原始的时候用我们两个菜都通了，对对对，但是现在都是简单的就搅一次够。方便大家的那个生活节奏，啊啊啊啊、搅一遍。对，然后我们就是说把这个外乡人带进来，东南亚带进来的。这是我们的虾米。虾米。虾米碎。啊，这扁鱼碎，这扁鱼碎、啊，就是 tipo 大补。tipo 这个就是大鲫鱼啦。这个就是扁鱼哈。啊、扁鱼。跟这个鱿鱼粒，鱿鱼粒啊，这三个最这三个都是炒香，炒香的，炒香就切碎的，就掺在我们的肉这跟白萝卜里面。Okay, 就是这个就是扁鱼，你说最重要的是这个东西，啊啊、对它这种香味。哦，真的是很香哈、哦嗯，这个哈、哦，这是扁鱼碎、嗯。那还有需要用到什么样的调味料？像这调味料就是说糖是免不了了、哦，糖就是我们的普通的糖哈、啊啊。味精可有可无了哦。啊，味精可有可无的。啊啊、这个是胡椒粉。胡椒粉啊。啊还有这个是，这个是那个芫荽，芫荽、啊、香菜哈，香菜跟那个鱼露啊，鱼露啊鱼露，所以我们会用到鱼露啊，因为我们客家最喜欢调味料就是鱼露，用鱼露是吧？所以会让整个食材更丰富那个味道，对，是不是？那我们现在要不要来示范一下？好啊，看怎么样制作这个萝卜丸子，好不好？啊，看我们下来了哈。嗯，那老板，你现在是要来处理一下这个萝卜是吧？对，这是你拿的，这是我们、啊、这用粗的，粗口的。就把它擦成丝哈、啊，擦成丝。OK， 你试一下，为什么要用这个粗的嘞？好像粗的来讲的话，你看啊，它就是一条条的、啊嗯，就是粗的，对不对、啊？然后这个是细的。啊，细的就好像说蒸起来就没了，就不好看，也是做不、哦、蒸了就是太软了，太软变成了就没了、啊、那个。对，变成那种泥状的、啊。哦，所以我们要选粗的。啊、这是技巧哈、啊，这是里面是一个技巧。啊、不是我们切成丝了啦。OK， 那老板，所以现在就是把萝卜全部擦成丝了哈、啊这个啊。那萝卜我们还要经过什么处理？需要放盐还是？现在我们这样还不可以，我们还要把它扭，稍微扭干一点哦，因为太湿的话，怕它扭干啊，做的不好呀哈、哦。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一个萝卜啊，它的成品是好不好，是说你扭干的，有些好像有粉状啊。哦哦、那可以出来很多水哦、啊，出到水，而且这个水是有点苦涩，是不是？苦的味道，你把它拧掉就不会有这种味道。啊、不会，这个就是你已经把那个涩的那个苦、啊、那个萝卜汁挤掉了、啊、干了的萝卜丝，是不是？然后这样，然后、嗯、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肉碎，大概拿400克，400克哈。这个白萝卜大概是300克，400克。好的。这样子 ，OK、嗯。刚好可以做成八粒了哈。八粒哈。好，然后我们要放什么？我们就是把这个虾米倒下去，虾米碎，啊，虾米碎，嗯，这个鱿鱼粒，鱿鱼粒，嗯，有那个扁鱼粒，扁鱼粒，里面大概一汤匙的，它不给太多了，有一种苦味，哦，它会有苦味啊，太多，太多会苦味，哦，是这样，然后我们就拿一点一，好像1/2的茶匙的那个胡椒粉。这个糖，要放一点糖，一点带甜的，一点那种味精，也是那种鲜味的，啊。OK。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芫荽片呢，芫荽末酱啊倒下去啊。然后我们这大概就有2汤匙的那个薯粉吗？薯粉啊，哈。薯粉啊，放点薯粉。鱼露哈，好，
现在就把所有材料做萝卜丸最重要的就是不可以把它，好像说搓肉丸搓的圆圆这样不可以，不可以太湿，就是用抓的方法来，用抓的方法哦，它才会空气才会留在啊，这样会进到里面，也比较容易熟了。比较容易熟，就不要把它搓到压紧它。好像说你这样紧紧的压太紧的话，你蒸的时候啊，可能气就很难进到里面。但我们只是用手抓的，手抓的，把它抓均匀啊，它抓比较自然啊。嗯。像弄的那个搓的那个穿萝卜丸子的话，一般上最重要的流程就是你要把它用手抓，不要去啊，不要去扭。就把它这样抓上，抓上，把它抓圆这样啊，抓到圆圆这样啊。哦，就感觉比较跟我们的不一样。对，我们就是把它搓成一个圆圆的，像瓷的碗，里面有些好像他们时间上可能抓不到的，不容易熟。我们这个就比较容易啊，那也比较自然啊。那蒸完以后呢，还需要再做其他的？啊，不用了，可以直接拿。蒸完就可以直接吃了。嗯，那这个还是大家学起来还是蛮。简单蛮方便的，也不会说很困难了，对对对，只是说你搓才重要了。嗯，而且你搓成四星的话会比较难熟哈，比较难熟，里面可能那个肉也比较硬，是不是？太深了。潘老板，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拿进去蒸的这个萝卜丸，是不是？大概是蒸多久？你刚才说一般上是最好是八分钟，八分钟就够了哈，就是水开以后八分钟。然后我从这边看，真的是跟我平时接触到或吃过的萝卜丸不太一样，因为那种是很紧很实，很紧一样的，很紧的。对，这个就感觉是很蓬松，就感觉你可以感觉到，对对对，里面那个肉是比较软弹的那种，是不是？好，今天我们这个太感谢赖老板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吃的一个萝卜丸子，我们等一下尝一下。大家好，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永定会馆，接下来永定会馆和惠州会馆会给我们带来他们的什么特色美食呢？让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金兰姐，听说你今天会给我们做一个惠州的很特色的美食是吗？是的。请问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客家炸猪肉。客家的炸猪肉是有你们很有你们惠州的特色吗？是有我们的特色。有特色，那快点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会用到什么食材好不好？我们先要用买一块肉啊，这块猪肉，这块猪肉是，这是哪一个部分？猪的猪肚，猪肚，嗯，它叫什么肉？像我们去买的话，哦，五花肉，五花肉，很美哦，这块要找中间的肉，为什么呢？嗯，比较好吃，比较香，比较好吃，比较。我刚才也听你说，如果找这一块肉的话，炸了以后那个肉就不会分离，是不是？不会，也比较完整是吗？那个肉哦，原来是这样。那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还会用到什么食材呢？一点盐，一点盐，这个小葱头的汁，小葱头汁。你的意思是我们把小葱头打碎，打碎，你要用到它里面的汁是吗？哦 ，OK OK。这个姜蓉，姜蓉，这个黑酱油 ，OK。姜青，姜青，冰糖，一点冰糖哈。你这个是红色是什么？红色的，豆腐乳，豆腐乳。红色的，红色的比较好，哦、比较香哈、啊。OK， 这个是胡椒粉跟五香粉。哦 ，OK， 这两个粉把它混在一起了啦。然后就加酒。酒这是什么酒？为什么它？这是我们客家的米酒。客家的米酒、所以会很有我们的客家特色，是不是？金兰姐，你现在要不要给我们快点示范一下怎么样处理这些食材？那现在我把这个肉切一切。要把这个肉切哈、然后你要切一寸一寸啊，一寸尺寸都有规定的哈。这个好切，这个肉很美哦，它的肉层层分明哦。这边的这一块肉大概是多重？这个只有半公斤，半公斤 OK， 要这样大。OK， 切这么大块，它会小的，这样大。煮的时候它会缩水，变小一点是吗？因为我们客家人哈，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所以我们就切大块一点哈。就是全部都这样切，大小切一样，好。这个肉，我看它的肉也是很好。
切完肉，我们是下一个步骤是要怎么样？放一点盐，要放一点盐去腌哈、啊。不过我在家的，一点盐，一点盐是。哦，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只是取它的汁来腌这个肉，所以葱头都不要了。对呀、啊，这个不要，这个是，这是姜蓉是吗？姜蓉，然后黑酱油哈、啊、，OK， 黑酱油，白酱油，酱青，酱青，酱青一点，这个冰糖，冰糖就。冰糖要剁碎一点，剁碎一点放在里面 ，OK。然后你的刚才讲的南乳是吗？南乳，胡椒粉，胡椒粉，也是一点点而已哈。我看你都是用一点点。然后酒，刚才说的客家米酒，也是一点点。把它腌一下，鸡蛋要打鸡蛋哈。你是需要用蛋清还是蛋清？只是要蛋清而已哈。OK。OK， 这样够吗？够够够哈。OK。然后这样子的。然后最后这个你要加的这个是什么？面粉。面粉，普通的面粉吗？普通的面粉。OK。就是鸡蛋都已经混好了以后，再加最后加面粉，对吗？加面粉。就是看它有些汁，然后你再调一点点那个粘稠度出来，是不是？对，啊，这样就是粘稠度，这样就刚刚好。这种粘稠度是刚刚好。我们就要去炸，要等四个小时，要腌制四个小时，要腌制四个小时，它才入味，它才会入味那个肉。所以我们都是可以提前四个小时做好，放住，放冰橱，给它分开，筷子不要动。之后我们先要还要再煮半月耳，半月耳在下面，然后我们把猪肉放下去，炸好的猪肉放下去，然后加水，慢慢煮一个小时。等一下，哇，金兰姐，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又炸了，然后又炖了一个小时的我们的客家炸肉，是不是？是的，很香的，我可以吃了吗？还不可以，我们还不可以，要加点，很美哦，这样加点，这个是香菜，是不是？给它美美一点。这个过年的时候也是很喜庆哈、哦，你放点辣椒。这个是泰国圆须，是不是？泰国的香菜也是泰国的圆须，很香，很香。对，这种香味跟我们这种普通的圆须又不一样哈、哦。Hello， 郑璇，今天听说你要给我们做一个你们永定的美食，是不是？对对对。是什么东西啊？鸡肠面。鸡肠面？对。是因为你用鸡肠去做的面吗？不是不是。不是。是啊、这个鸡肠面呢，有一点点的典故，因为它长相做出来的，它是面条的一种，但是做出来以后就像鸡的肠子的样子。哦，就是那个面你做出来就像鸡肠。对，所以我们就把它叫成鸡肠面。是是是，很想看看是怎么样做的这个鸡肠面。对，因为在我们永定呢，每年呢、啊，就是立夏这个节气的时候，大家每家每户都会做鸡肠面，因为那是。立夏就代表呢夏季的秋收，夏季的夏收要开始了啊，就很大家都丰收了，是吧？对对对。那我们老一辈还有一句俗语，就是说，是你给从面，人人就会欠。这是你们永定的客家话，是不是？我试一下用我的客家话，可不可以说一次哈？是你给从面，人人就会欠。这是不是说我们吃了鸡肠面，然后脚的骨骼还有身体就会很强壮，很好，是不是这个意思？就人就会非常有力气，非常有精神，是吧？那很好了，这样的。那我们快点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面是要怎么做的，好不好？对，对，好。那我们鸡肠面呢，就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面的部分啊，面的 okay, 这个是面的材料，这个是汤底的部分，也就是汤底的一些 okay, 食材。那面的部分呢，我们首先当然主角就是面粉，这个是普通的面粉、就普通面粉就可以了，对对对、然后来自来水就可以了，
自来水 ，OK， 是这样的一个分量是吧？水啊，对，这边是500克的面粉，一般搭呢、哦、就是300克的水 ，OK，OK，、okay, okay, 好。然后这个油呢，我们可能会起三汤匙 ，OK， 三汤匙左右油，然后然后加上4到5克的盐巴，盐巴啊，就我们的家里的盐巴就行了。这个就是我的面的食材，对，那这一盘非常简单。这么丰盛是什么？这些？这对、这就是鸡啊，等于面的啊，鸡汤啊，汤底的那个部分啊。这个呢，面的鸡汤主要就是用三八鸡熬成的啊，熬成这个像这样的浓汤是吧？对，这个很丰富啊，这个汤底的颜色哈，非常漂亮哈、是金黄色，是金黄的汤。因为三八鸡在我们乡下是用就是家鸡呀、啊，走家鸡啊，走鸡，走地鸡嘛。对，那这当然也我们也会用家鸡的肉。就把家鸡清蒸了，我们起它的肉， okay, 就把那个肉取出来。啊、对，然后它用一点盐巴，一点点的这个一路气，我们客家一路气清蒸一下就可以了。这个鸡肉就有。那当然也有就是有点配料的蔬菜。那我们老家呢，主要是习惯用的当季的。就是比较新鲜的食材，就是茭白笋，因为夏天嘛，茭白都是上市的大季节，对。然后我们会加一点点的这个香菇去炒，就炒香，对对对，炒香它。那这个是葱头仔，我们切细呢也是榨干啊，榨油，非常怪不得一阵好多那个香味一直飘过来。对了，其实香味最容易的就是这一盘，也是呢。这个客家面的精华之一就是我们永定客家人呢非常喜欢吃葱，而且我们葱呢主要是起它葱白的部分，这个就是葱白的部分。对，然后用油气也是榨干，榨成有点褐色哈，像金黄色。然后我们最后还会放一点点，就是一路去提它的味啊，就非常特别。对，就在这边一直那个香味都飘过来了哈。然后这个是什么？这个颜色也是很美。这个是。扁鱼干，扁鱼干，我们客人都喜欢用扁鱼干。扁鱼干呢，扁鱼是用就是擦干净以后就烘烤，然后我们把它剁碎，就变成粉末状。粉末酱。对，然后这个就是葱花的葱花，我们就是放在上面点缀。那这个面呢，就我们先放进去啊，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盐巴先放进水里面融合，就是跟它溶解哈，溶解在水里。啊，我们把它溶解在水里，很容易的，搅拌一下。搅拌以后呢，就变成一碗盐水了。那这个水呢，也要提醒一下，就是我们自来水水龙头直接启用的这个我们的自来水哈。那我这个拌面的工具呢，就用一双筷子。那我是这样子把面呢先打散啊，我们在中间用筷子划。那这只手呢，你就把这个水呢。均匀的一定的慢慢的给它倒下去，那你的筷子就用你的另外一只手不停的搅动。这样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就是会方便你在和面的时候就是减轻很多的一些人工，而且呢让你在就是不会让你的手呢因为和面弄得满身都是面粉。那我们继续的哈，把它搅。好，那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就是我们醒发好的这个面团。那现在呢，我需要用一个擀面杖将面团擀平，擀成圆形。擀呢会擀成厚度呢会稍厚一些啊，不要太薄。然
然后呢，我会在这个已经擀成的这个圆形的面团上面和下面呢，就是放上刚才我说的面团的材料，面条的制作材料之一，油。一般一面呢，就是用一到两汤匙的这个油。然后你看得到油呢，你可以这样，你这个面团就自然而然，它会随着你跟它搓这样子，它就会变更大一些啊。现在呢，我们这把醒发了十分钟的这个面团呢，剪成这个一个长条形。这时候需要两个人。一个人剪了，一个人就把这个面呢做成圆形，就是这样搓揉的方式把面直接做成圆形了。且把这个面长长的面呢卷成一个圆状盘成圆形状。好，我们就这样呢一圈一圈，好，那这个面条就围成了一个大大的这个圆形。然后我们在上面呢再轻轻的抹一点点的油哈，让它防止它上面会干燥哈。那我们还是要盖上盖子，醒发多十分钟，然后我们就要下锅了。好，汤滚了哈，那我们呢就把这个主角面放下去哈。然后呢我们再把鸡肉丝哈也放下去。不要太多。哦，还有这个茭白笋跟那个香菇末。好，那差不多滚的呢，我们就加上这个扁鱼末，然后把这个葱油啊，我们的小葱头油放少许，还有这个主角就是我们的这个葱白的这个炸香的部分，最后呢，你可以加一点胡椒粉啊。好，少许的鱼露哈，最后调味。然后我们再撒上这个青葱末。大致就是这样，一锅鸡肠面就做成了。哇，郑璇，这个就是鸡肠面呐、啊。对，这就是鸡肠面。好香，好香哦。
一文，哎，洪武，哎，听说你最近去了很多地方，吃了很多美食是吧？是啊，我吃了很多我们客家的美食嘞。都去了哪些地方呢？我有去到财阳大埔会馆，我有去丰盛会馆，然后我还去了永定会馆，还有我们的惠州会馆和梅村酒家，真的吃了好多的客家美食。哇，这么多的客家美食，听了我都口水直流了。下次记得带上我，好吧？下次一定带上你。感谢大家收看我们南洋客属总会的食客留香节目。敬请期待下一集的节目，再会。再会。